穿啊，领头闹腾，大姑娘小媳妇儿都跟着我，心都野了，反正就是些闲话。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吗？我把家里的驴牵来了，骑着还能省点脚力。那好，哎呀，这都深更半夜了，兰子姐都还没回来，兴许是要任务的村子多给耽搁了吧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